甲只耳朵都掉了。啊，得去爱顶下顶波，啊，美湖你看嘛，有一年就真的来不及啊，就慢了。那他们最后有的时候，他们看完天气如果不行，就在山上挂个微信，先钓完，再想办法带下来。除非这一组太大组了，应该提来这边吃，啊，不便讲，啊，慢慢来捡。啊，边仔迄话人个讲，你这个安怎写安怎写，我看迄蛮有天分的嘛。哎呀，我一个下尾皮卡丘头啊，剁掉。对啊，因为他那个机器就很大一个啊，他那种在专门在削冰的那一种。不是那么好控制啊！他每一年都自卫队在用啊。你有看那我拿在雕冰雕的时候，你有看自卫队的车鬼龙一样，就是军车嘛，就一堆在旁边停一圈啊。然后我们的自卫队就请一些人，应该考不这边的时候赶快了。有没有美工天分的人？他的有，他的来啊，的公差，他的那个底下写啊，哦，那蛮有趣的。那冬天的时候晚上会很热闹，不过哦，这一个地方我还是比较喜欢那圣诞节的感觉啊。上班族在百货公司里面卖衣服的根本。哦，你没啦，不是伊卖衫，我去讲安怎啦？无安尼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是去用安怎的咧？欸，去用安怎的了，无多只有搁付出挂，啊，就变成两个拢互相安怎，哎，无多的代志啊。我老婆在那个汉神啊，以前不是有一些那个卖那个猴子的衣服，上面有叫你 monkey 那个啊。对，他的豆芽修起来吧，我也给你修起来了。他是那个五福店的店长啊，他的啊做的还不错，不过他那个非常黑心企业，哎，做黑心的啊，我做到要死要活，那是领偌济啊，领37000吧，很可怜啊。他的百货公司进去汉神，他那个不是有周年庆嘛，我不加贵乱七八糟，啊，那个月就很好笑，这种他的收入那一个月出来的薪水是11万多，扣除7万，因为东西不见，每一件都原价算。哎，因为遐足乱嘛，你记小记袂起来啊。我提着我阿母讲，这个公司够要大，我根本什么好大的。我讲这阿妹足奇怪，当然那个时候还是男女朋友啦，我老婆就。还是跟刚刚说啊，反正就这样做，薪水还觉得不错。叫你转化妆品嘛，不爱转。化妆品我刚刚都谈了，我觉得化妆品比较快啊，而且这种东西很多年是需要的啊。我跟我老婆说，你就想象一下，你就这样进去提个3-4万块，这样走出来还很满足的说好便宜。我你想你那是卖的呢，免钱，一天来两个对不？你还看你还一个月惊死人。哇，你们不抽抽就慢慢紧啊，闹惨。哦，但是这我觉得哦，这个蛮大的一个趋势啊，我们慢慢转啊。哎，讲伊做个店长无简单啊，跟他有影嘞，叫伊用靠钱靠个变贵，他们很好玩嘞，一个够好好。啊，伊带迄个好好的迄个包就奇怪，现在住台湾，啊嘛住嘛住南部红山，迄个人怪怪，迄个人无像日本人。哦，那个在台湾哦，真的是如鱼得水，好像整个大解放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一直是开车，上面的鬼拢大解放啊！因为刚刚伊较无拘束，没有日本那种，日本人伫台湾，你看冻袂掉，就是咱有一挂规矩啦。他比较没有办法接，啊，你搬回台湾住又不对，好，你叫他搬回日本住，结果变成两地，啊，日本人看不到懂，因为那乖，台湾的还是比较好，而且说实在话，日本女孩子不漂亮，而且你还说以前那边，我等下刚才讲阿玲很爽啊，该你了。我冇英文的，想那是过来，你很爽啊！啊，5天过6天过回来啊，你该你了啊，该你过了，我要出去了。我冇真执向的，全部真对哦。结婚之前冇拢真温柔的，结婚了冇拢袂温柔，真恐怖的。台湾的女性拢足歹的，你知咩？真的、啊，我今天以前我喝酒吼，我老婆老公不要喝那么多吼，即阵喝酒回去臭死了，走开！好拢变啊，你知咩啊？那喝死你！我足凶的，你晓得呀？就拢跟他凶的，你啊。哦，唔过咩啦，还是不过还是哦，日本台湾还是有差。无啦，为我好啦，对啦，为我好啦，无唔对啦，我嘛无讲真话，我是讲有当时啊，口气免遮歹啦。讲足凶啊呢，为者叫109啊。啊，你足恐怖啊！你是三粒甜甜圈掉伫个面内咧无？你开个奥秘嘛，啊，就一粒、两粒、三粒，啊，就三粒白，敢那贵的，你晓得呀？
啊，他们那个化那个妆不洗澡，你知道吗？就反正很恶啦。那个时候他们日本政府还下来干涉啊，说叫他们学校禁止他们化，人家小孩都不爱洗身躯，因为他涂那个很久。